去了。功夫。去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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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迎去了。众公子带着景监几位将军部署防务去了。不知轻重。去把他给我找回来。嗨。功夫。去了一会儿就到。不争一时。老大。你过来。功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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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了回来了。张氏鲁昭。嗨。少梁坤威徐公子屈良主持退兵受兵符屈良应符齐县功夫功夫商议老商议各营大将听好引渠梁为将敢有不服号令者力斩不赦来众将听令嗨杜志将军在子安将军在吴桐将军在公元前362年秋长期亲自掌军的秦献公箭伤沉重秦军不得不放弃收复河西的少梁之战连夜仓促退兵秦军逃营立即追杀追杀什么呀不能弄险退兵败军不追公子何意我要请兵再战一举灭秦夺不回丞相我等死罪本公子顶账你何罪之有啊撤斥候急报魏军回师河东没有追杀府兵收队兼程赶回岳阳嗨我们好不容易断后他却跑了当追不追定然是另有图谋众公子快看金陵剑特使金陵剑特使参见君上如面君上特诏断后秦军由子岸将军统领限三日撤回岳阳
营区粮缴回兵符，着急赴任陈仓令。谨奉军命。告辞。岂有此理，谁出的馊主意？长公子，国军特召。长公子营前所部原地驻守，以待后令。营前遵令。告辞。钱将军，岳阳就在眼前，停这儿干什么？你问我，我问谁啊？没头没脑，孟姜撂在荒郊。哼！将士听令，原地驻守。军班师，开城落桥。河西大阵，斩首八万，千军万岁。国号到。你们先下去吧。老七一个，颖玉去了陈仓，还没回来。哎，好，正好。你的剑伤。哎，不用，这剑伤有什么好看的？不看不看。哎，是何毒物啊？哎，狼毒。天下第一毒剑，你倒把持得住。哎，沙场白骨万千，早就有老夫这一局了，有什么可怕的？老糊涂，你别假装无事，你当真不怕亡国？你看，你又胡说。眼下